你就专业是吧？对啊，是的呀。今天有人让我来打赢你，你要输的话，你要跟我走，去跟他吃饭。哎，是不是有你安排的？不是，这些真的没有办法，请关系人员啊。这什么哪来的？我不知道。什么？哎，没关系，搞定的。你想要跟张教授打的话，要先赢我。两个字，别去。 好的。神秘人，我也不认识他，我凭啥去跟他吃饭呢？不用管他是谁，我这个神秘人比你之前那个强很多。免谈。不过我觉得打完球跟你去吃个饭还不错。你想多了吧？我今天就让他打赢你的。要输的话，跟我走，去跟他吃饭。啊啊啊！厉害是吧？来，我看看你有。厉害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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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直接开始了。来，你先到。来。